错过了此次，就到汽车百货买5880。好，全省汽车百货都有在卖。车记录器，叫姐姐来查你来看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赶快来。它可以直接什么？直接不要拼啊，直接录。对对对，车子发动它自动开自动录，不需要去按到任何按键。哦，车子熄火录5秒之后会自动关机。嗯，这个卖多少钱啊？这台，那台要4200块。这可以持续录多久？现场购买我送你8G 记忆卡，它可以录2个钟头，录满开始，循环开始复办，5分钟一个档案。你在车上只要电源线插着，车子发动不需要按到任何按键，它就会自动开机自动录。那有没有录？注意看底下会有个蓝灯。没有电源的话，一颗电池就是录1个小时，有没有？它蓝灯一直在闪，就表示它在录影。那不要录中间这一颗，压一下停止录影。总开关压第一下变照相机，这边有个拍照的，有没有？第二颗压一下拍一张，压一下拍一张，再压第二下就要看我们刚刚所录的影像。那新的记忆卡都必须格式化，我先帮你设计。那你录影像要不要录声音？一般是不需要啦，因为声音都录在车子里面。啊，可是有些人他也想要录声音，都可以。好。那这样改就到。功能里面吧。有有有。啊，它30秒会自动关荧幕。对。它荧幕如果关闭了，怎么再打开？这3个按键随便按一颗，它又再打开了。它30秒之后就关闭。好，那是荧幕保护的。我都帮你设定好，你不需要设定什么。那这边有一个 EV 值，它跟相机一样，可以调它的曝光度。第一颗按键跟第三颗往上调，有没有用正的越来越亮？往下调越来越暗。一般就是设1.0。哦，对。它在市区就不需要，你常跑高速公路，那 OK 就把它设1.0。那你在车上使用有任何问题不了解，因为你不可能把我名片随身携带，所以上面我都会贴我的电话。有任何不了解，随时欢迎打电话过来询问。都会不会拿一张吗？啊，半夜我在睡觉，尽量不要了，只要10点过后。不拿一张目录吗？好，等一下。谢谢。